大家晚安。嗨嗨，嗨嗨桃瓦哥，嗨嗨九蛋，嗨嗨 Jack， 嗨嗨林果，嗨嗨俊杰，嗨嗨宝宝，嗨嗨余泽，晚安安，晚安安，嗨嗨鱼豪，嗨嗨船长，嗨嗨 Tomo， 嗨嗨风糖，嘿嘿，晚上好。嗨嗨玉峰，玉峰晚安，晚上好。今天没有开灯呢，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嗨嗨 ，Bill Lai， 嗨嗨，嗨嗨天与地，晚上好。俊杰晚安安，嗨嗨柔君，嗨嗨玉峰，韩韩韩韩不在，韩韩在看书啦。谢谢 Abby Fly 的好多收藏，背景变了。对啊，我今天在那个妹妹的位置上，因为她说她要读书，她叫我出来看，她叫我出来看。嗨嗨，桃瓦哥，嗨嗨，嘉阳，那我走了，不能走啦 ，Jack。人家看书好认真，对啊，她要考试了，好像是40几天吧，帮她加油。加油！谢谢玉峰的星之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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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萨库拉，边吃饭边看台，好哦。要吃饱饱，吃什么？吃什么？我都没读书，跑来看直播。玉浩，玉浩是那个几岁？要考试了吗？跟妹妹一样吗？嗨嗨，风禅。今天没有喊喊喊喊在看书，嗨嗨小魔方，还是要找一天放松。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他那个换地方，换喊喊的位置，因为他要在房间看书，我就被赶出来了。谢谢桃瓦哥的贵族玫瑰，风禅晚上好，晚上好，我们接下来播柯南的歌。嗨嗨阿华，晚安安。嗨嗨，说星星美丽的，一定没有看过你。嗨嗨，嗨嗨，林国跟涵涵一样，对啊，今天在他的位置上面播，没有涵涵，哎，不能走啦。嗨嗨，沈正宏，大家晚上好。嗨嗨 ，Karen， 谢谢花生糖的棒棒糖。天使家里昨天小小恶魔了一下，对啊，我还是要恶魔一下，不然我的人设会被那个被破坏掉。谢谢说星星美丽的一定没看过你的收藏跟枫叶，谢谢沈正宏的阳光，大家晚安。谢谢玉峰的告白气球，谢谢玉峰，谢谢，谢谢。我名字好不容易改了，结果要走了，我也太可惜。柔君不要走啦，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不是我，今天不是我，今天不是。没有啦，涵涵没有要播，他在看书，看书看书看书。嗨嗨阿怪，嗨嗨西罗姑妈，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谢谢谢谢 Abby 胡拉姨的 Kiss 啾啾，嗨嗨西西，嗨嗨九蛋，嗨嗨说星星美一定没看，说星星美丽的一定没看过你，嗨嗨，今天是什么？你说什么主题吗？好了，勉强一下，还有柔君。依照你的经验，涵涵昨天有算有动怒吗？嗯，一点点吧，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生气，还好还好还好。明天涵涵明天下午4点半播，对啊，4点半播，4点半。嗨嗨，什么什么什么？那不是魔，那是什么天使吗？当然，偶尔还是要天使一下。嗨嗨，地狱吹雪。嗨嗨，麦块台主阿 Sir， 嗨嗨，我是说年纪跟涵一样哦，原来原来原来，姐姐太母汤，姐姐哪有天使的呢？都是都马天使都马是恶魔的，像是这样，恶魔，我今天没有开那个灯呢，如果我开了应该会太亮。嗨嗨，老沙，历审天使是什么时候？还是有天使过好不好？嗨嗨，卡丘。嗨嗨，吴亦凯，系统主播涵涵送了好多白眼给栗子林果，
嗨嗨多多，所以我也要准备会考，宇航你还不赶快去，到时候那个会考要加油哦，跟妹妹一样一起加油。你今天场景不一样，对啊，房间被那个妹妹用走，她在看书。嗨嗨日本玩，晚上好。嗨，谢谢米优的蓝色姻缘棒，谢谢米优，嗨嗨米优，你整那恶魔啦，好啦，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恶魔人设都出来了。谢谢米优的棒棒糖，忙着看直播，书还是要看。谢谢老沙的棒棒糖，谢谢俊杰的分享。年假要顾弟妹吗？嗯，我昨天已经顾一天了，还要喂他们吃药。因为爸爸跟妈咪昨天要上班啊，然后所以我昨天就顾小孩，我昨天就在家顾小孩。我是不是优良的姐姐，在顾小孩？嗨嗨，本完梅子，边吃牛排边看栗子。嘿，不能这样，不能讲出来。那不是妈妈房间，不是，那是我们房间啊。谢谢塔瓦哥的搜查。什么什么跳太快了啊！我大半夜，星星我有看到那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去。对对，看看廉价可不可以？谢谢塔瓦哥的贵族玫瑰，谢谢塔瓦哥的棒棒糖。塔瓦哥今天有上班吗？嗨嗨，小易，帮 QQ。对啊，不是给二姐顾，但是我顾啊，因为涵涵在那个，涵涵昨天。昨天吗？对，他昨天出去外面看书，然后今天在看书。虽然今天妈咪他们都在家，可是我也要顾小孩。嗨，谢谢喜乐姑妈的偷偷喜欢你，就是我还是有顾他们啦。对，不要说我是坏姐姐。对，新活动有个礼物是柯南的凶手。哎，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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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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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生日也曝光了，一定没用装。哎，真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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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介绍一下我的部分柯南收藏。嗨嗨彤，嗨嗨泡泡，谁知道栗子有没有欺负我？没有欺负他们。今天要介绍我的部分柯南收藏哦。然后我不是前几天跟你们介绍耳环吗？我把它全部都挂上去，长这样。因为实在是太多，它已经挤不下了。所以它有些已经贴到上面来，嘿，然后还有第二层，还有第二层也是满的，然后第三层，好，给你们看一下环绕图，这就是一个塞不进去的那个，硬要把所有耳环全部都塞到上面去。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去买一个盒子，然后这样就有借口说我的盒子还没装满，所以我要再买更多的耳环，然后这就是一个无限循环，好恐怖！我超喜欢耳环的、啊。我前几天好像睡觉压到还是怎样，现在这只耳朵有点肿，有点可怕。终于整理好，才不是灵果才没有装鱼，好吧？我是之前就有放一半在上面，只是我有时候就是回到家，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我就没有把它。挂回去。我昨天看新鲜的被这吓到，你说那个吗？噔噔噔噔，找到凶手就是栗子。对啊，把你们带走的，把你们全部带来那个带来我身边的，嘿嘿。谢谢玉峰的 love you， 嗨嗨超哥。传说中的吊饰盒子，那不是吊饰，那是耳环。谢谢塔瓦哥的蓝色应援棒。好恐怖，不会恐怖啦，真是的。三项永远凶手就是心机之外一只猫 ，Hitos。好，没事，没被盗。谢谢玉峰的问话，有种柯南的感觉。柯南最棒了，耶！嗨嗨，安娜姐姐，嗨嗨丫丫，嗨嗨绿绿，绿绿晚安。好闪亮的盒子，对，超赞的。好琳琅满目，谢谢绿绿的枫叶。我以我爷爷的名声发誓，什么啦？米优的妹妹在旁边很失控。米优今天带小孩吗？你是凶手，那我就是被你偷走心的人。咦、欸，友军不错哦。谢谢
谢西西的收藏，谢谢玉峰的生煎包，谢谢玉峰，谢谢玉峰的好多生煎包，生煎包，生煎包，嘿嘿，谢谢章鱼的分享，谢谢陶瓦哥的蓝色应援棒。恭喜中十倍大奖！谢谢玉峰的收藏，收藏，收藏，张大眼睛看，嗨嗨，陈恩，然后还有那个，好，哦，然后我刚刚啊，我直播前呢、啊，我就去热了牛奶，然后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合法，就是那个牛奶啊，牛奶加那个炼乳，不要打广告，不要打广告，这是日本的，对。然后就是加炼乳，很好喝，我都这样子喝，因为它会奶味比较重，而且很甜，就是我会先加热牛奶，然后再挤炼乳上去，超好喝，超级无敌好喝。谢谢 Abby Fly 的 Love You， 一想是伤害重罪什么，看完耳朵都会痛。九蛋，嗯汤，恭喜塔瓦哥升到十二，谢谢塔瓦哥的好多贵族玫瑰。不对，我做啥丢给你？奇怪了，什么西西什么东西？我有点看不懂哎。我觉得你的那个瞳准还不错，胖，好喝好不好？难怪你嗓子都不好。米优的妹妹名字撞 TTP 了，谁啊？谁撞谁的名字？佳玉吗？啊、哦，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好，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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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去会太胖，真的超好喝，真的超好喝，这牛奶很好喝，好不好？谢谢超哥的贵族玫瑰，我真的觉得很好喝，而且加了炼乳更好喝，很好睡。啊，是队长大人思雅吗？可以叫思雅吗？嗨嗨，追踪你，太甜伤喉咙。好啦好啦好啦，可是真的很好喝哎，真的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嘿嘿。今天我们要来听柯南的歌。柯南，柯南，柯南，你这样嗓子不坏掉了，给你歌。哎、欸，可是真的很好喝，不是我在说哎、欸。就睡前，没有睡前我不会加炼乳，我只有平常的时候，就天气冷的时候才会加炼乳，超赞。好，我来喝一口。盛开，你这样明天不能讲话，不要抱怨哦。没有那么惨了，没有那么惨，没有那么惨。我今天有冷静一点，就是不要太用喉咙。我知道你知道烟酒厂才不是的，烟酒厂才不是这样来的。烟酒厂，烟酒厂应该还好吧？那李彩杰应该有烟酒厂，他比我更爱吃甜的。谢谢盛开分享直播间。我来放柯南的歌。柯南，真実はいつも一つ。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吵了，因为那个气密窗没有关起来。某人都瘦几公斤嘞？哎，好啦好啦好啦，感觉不太能冷静，是吗？好，那我再冷静一点。Angel 桑，嗨嗨，小辉，嗨嗨。我好像明天还不会有烟酒厂盖台什么啦，谢谢陶瓦哥的收藏。讲到柯南就想到我的基尔大人，嘿嘿，我的新衣，剪刀石头布，哦，我赢耶，我赢，我赢耶，嘿，我赢了，嗨嗨 HK， 嗨嗨泡泡五二零，今天是一小时限定即时推，耶，谢谢 Bfly， 嗨嗨 EP， 嗨嗨北海以轩。怎么了？怎么了？不过我的推荐名单没丢给你，怎么去？丢给你怎么去？你去得了吗？什么意思？不过我的推荐名单没丢给你，你怎么去？你不是有传推荐的那个吗？嗨嗨，新之冠，嗨嗨，红衣桃，嗨嗨。等一下我要放音乐。嗨嗨，爸爸，晚安安。嗨嗨，小易，韩寒吃的不是甜是可爱，好吧，你们都这样啊，好年轻。陶瓦哥今天放假、哦，对啊，
但又不是都在同一区。西西，你要帮我排行程吗？你帮我排那个一日游的行程。我比较喜欢西西，我也是新一派的，可是柯南最可爱。这是我之前去日本买的，它是长这样，二十周年的饼干，不过被我吃完了，它现在被我拿来当发票筒，发票筒。你看超可爱的，他就放在我床头，然后有发票的时候就丢进去。柯南，对，少女心的柯南。吃饭看棒球，我留言会少一些。好哦，谢谢卡丘，谢谢卡丘留下来。我会到底为啥要自己那个？没关系啊，琪琪你有那个，你告诉我那些我已经很开心了。吱吱吱，什么吱吱吱？为什么要吱吱吱？我女儿4岁，祭天使恶魔，那应该是最爱玩的时候吧。嗨嗨姐，晚上好。然后很恐怖，怎么啦？嗨嗨黑流星，很期待今年剧场版。我也是，我每年剧场版都很期待，我都会杀去那个。哦，然后给你们看，这是我之前去日本买的，就是柯南的包包。我不是今天休假，这原声音不好，变回正常人的休假。好啦，也好啦，休息一下，桃花哥，不然你会太累。我也在等剧场版，我也是，我一定要上映第一天就去看。我要拿那个徽章。好啦，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去日本几年去了，忘记了。然后他就是，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好像1200吧，我记得。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是一部分的收藏，这里面。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那个。在金石堂的网络商店订的，然后它就是柯南的便条纸，它是台湾出的，它不是日本出的。啊，这个是日本出的，那个质感就很好哦。不要倒，不能动。这个它质感就很好，摸得出来很好。然后这里面柯南的里面就长这样，耶，超赞的啦！迷妹上身啊，新人党。在少年侦探团，好，就这样，它就4种而已。然后你们看，看边边就知道我有拿来用过。看边边，我会就上课拿来把它当那个笔记本的那个纸来用。柯南，看到柯南心情就会很好，是很笑。没有，我只有这个是我没有放到藏宝箱的那边，因为那个藏宝箱现在是用纸箱装，太大了。然后我又把它叠在最下面，然后我放弃寻找它，等到之后我们家重新整修好搬回去，然后所有东西又打开之后，我再带你们来看我的收藏。因为我还有买那种就是布的那种挂轴，然后它就是它可以挂起来，然后剧场版是那个是剧场版，它是那个沉默的15分钟的，然后它就是算剧照吗？就是它的宣传的那个海报，然后变成布轴，然后很大一个。嗨嗨陈，还有我还有很多哎，然后这是妈咪去日本买的，那个安室，他是用抽的，所以没有抽到那个，没有抽到柯南，然后还有柯南的笔，哎呦，还有柯南的笔，然后还嗨嗨赤土哥，嗨嗨哲伟，嗨嗨阿贵仔，然后还有这是。某个寿司店有跟柯南合作，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是什么。然后这是安室，这是去年的零的执行人的，一直最喜欢哪部剧场版？最喜欢哪部？世纪末的魔术师吧。你们嘞？晚安黑流星，嗨嗨嗨嗨德公，轻易表示有犯人的地方就会有他。柯南也是，现在柯南出现的频率比较多。然后这是今年的那个买套票送的安室跟柯南。你们是安室的老公还是柯南的老公？嘿嘿，贝克街的亡灵，零的执行者，贝克街亡哈，你们都觉得贝克街？我觉得那个世纪末的魔术师哎，大家都选贝克街的亡灵，真的吗？小朋友可以看柯南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拉，对啊，可拉，可拉，
苦辣的啦，瞳孔中的暗杀者，瞳孔中的暗杀者。可是我，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近几年的都偏动作片，没有以前那么多推理。像那个《贝克街的亡灵》，它就是小声一点，它就是整部都是有要动脑，然后它还有跟历史结合。虽然说那个《世纪末魔术师》也有，可是剧情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世纪末的魔术师》（Secret of My Heart）。对，《贝克街亡灵》，我觉得很多以前的都很经典嘛。啊，我是基德派，基德派也可以留下来啊。今天指甲，对啊，我换指甲，因为上一个掉光了。我忘记名字，不过内容是名字里头一到十死亡的哦。那个，等一下我想一下哦，那个叫什么？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记得第十四号猎物，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哎。钢琴爆炸是那个站立的乐谱。记得妈妈很会撩女人，今天指甲好可爱是吗？今天是粉红跟粉蓝，嘿嘿。今天用一小时已经会弹你们整首新单，哇，小易好厉害。一直喜欢不用动脑子，其实我还好，因为近几年的。比起来我觉得没有以前的那么震撼嘛，因为以前的话会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以前的话就是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剧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推理就是你可以想的可以比较多，你可以去想哪一个是犯人。可是最近的就是比较偏向于像那个爆炸啊，然后飞车啊，你看那个唐红的恋歌，最后那个平次要带荷叶出去的时候，他是冲破那个木座的那个要叫什么塔吗？还是什么？然后那个林的执行人也是啊，然后那个纯黑的噩梦也是，就是近几年都是属于比较爆破动作戏一点那种，我就喜欢以前的。拉姆跟雷姆尼斯，柯南不是动作电影啊，推理电影啦。赵数字是魔什么东西？上面有人说是第十三号，第十四号猎物啊。谢谢日本玩的 Love You， 嗨嗨季风亮。你只有看魔术快的吗？没有，可是我有买过一本。第十四号猎物啦，我看了那么多次。你知道，因为我们家有那个 MOD， 然后我很喜欢。以前我们房间有电视，因为以前房间比较大嘛。啊，现在是因为搬来这边，所以我们房间现在没有电视，把它收起来，在我小弟小妹房间。然后，对，我以前在房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柯南打开来之后，就放在那边。然后李彩杰都说，拜托你，你可以不要再听了吗？我都知道下一句的歌词都是什么，那你放了又不看，你就只是在那边听他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是喜欢啊。然后他就很无奈，没办法，大众喜欢爆炸，收视率升高，好像也是。一个哪里死人去哪里，一个去哪里哪里死人。很久没听，那个根本是玩命关头。那个超华哥，那个今年的可以去看，今年的感觉还不错。爆破电影才是春节，什么啦？哎呦，我最爱的柯南怎么都变这样嘞？哇，柯南！等我一下哦，我放下柯南的歌。犯人李佳丽来报道了，嗨嗨安娜姐姐，嗨嗨鱼豪，沉默的十五分钟。我之前刚看完沉默十五分钟的时候，我超喜欢沉默的十五分钟，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小兰要去救柯南的那一段让我很印象深刻，我超喜欢。
范哲林嘉怡来报道，什么啦？这是谁啊？哦，那个西西哦，西西，要让麦克被拍柯南真人，我那个我有看到，就是那个扮柯南的，就是跳舞跳柯南的歌那个，安眠药啊，安眠药，林果安眠药啊，今天到9点，对，没错，而且他每次都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有一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普通版的有一集超好笑，就是小五郎就坐在这里，就是这是一辆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图，一辆车，然后小五郎坐在这里，柯南就坐在旁边，因为他柯南就在旁边那个用那个连接变声器讲话，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梗图，他们就说。那个现在小兰他们是都怎样，就是小兰他们是都没有看到吗？柯南明明就在旁边，而且他完全没有躲起来。看电影们主要是看新人发狗，是说新发评论，对啊，已经要那个嘞令和了，他都还没当成福尔摩斯，他都还没回来，然后评审就要结束了。铃木启业，真的，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每次只要是铃木启业盖的都会爆炸。谢谢树葡萄的为你守候。第十一位哦，我放那个春之歌，好听。伝えたくて思えなくてあの日の君へ。破音。等一下啊、哦，我找一下。很帅吧？我刚刚截你的 pose， 这样啊。噔噔噔噔，小黑一直半年死了一堆，真的，他们才过了半年，然后现实世界已经过了好几十二十年了吧？对啊，你看这里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几年了，二十一吗？一听啊，一进来就哎嘿嘿牛排，现在是柯南的话题哦。谢谢玉峰的枫叶，谢谢玉峰的枫叶。谢谢塔瓦哥的好多贵族玫瑰，爆炸进的来，铃木企业发大财，什么啦？今年的剧场版预告，对啊，都越来越那个了。我比较喜欢以前的，另一盒的福尔摩斯，对啊，被影响了什么？之前那个不是有一集是柯南不是新一在，就是他吃了那个长，就是变回去以前的那个药之后。然后就在伦敦，然后跟小兰说他喜欢他吗？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哦，谢谢玉峰的真情告白。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你为什么不继续演下去呢？我就是要看后面的那个啊。然后现在在那个什么什么休业旅行那个我还没看，可是，你们可以多发一点新兰的狗粮吗？我很想看呢。有什么吐槽可以去查铃木企业到底盖什么刀什么？真的。犯人当主角那部，整个米花是75，我没有看，我有稍微滑一下，可是我没有看完。米花亭正常人都不会去的地方，番外我知道那个，嗨嗨，上庭，谢谢日本玩的棒棒糖，看看他们手机电话，真的，他们从那个开盒的那种。记得好像是开盒那种，然后变成智慧型，就从智障型变成智慧型。嗨嗨，北约三推，嗨嗨，玉峰，不是嗨嗨，不是嗨嗨，不是嗨嗨，谢谢玉峰的棒棒糖。栗子比较讨厌小兰，我还好，我都不讨厌他们。要创新角色，全部推给铃木企业，什么啦？栗子是我的首推，对呀、啊，谢谢上庭。米花是正常人都不会去吧，一直犯人，然后每天每隔几个小时就有命案发生，不是小黄是黑人，真的黑人最多次，他就这样，谢谢玉峰的棒棒糖，犯人哪里有米花是特别多。东京两大食神，我也终于可以首推例子。干嘛？你害我好尴尬哦！嗨嗨，制毒哥，
谢谢日本玩的好多贵族玫瑰。好，我要放到一半，我想去把那个关哎丽人，哎你帮我把那个关起来好不好？我不能离开。这个旁边那个，对，关起来，关起来。这个，对，然后另外一边，关起来。好，啊，合起来。好，谢谢，谢谢志伟的搜查，谢谢塔瓦哥的蓝色姻缘棒，看来真的是很夸张。人家来看一次，好哦，谢谢志伟。我什么时候可以少推荔枝呢？现在就可以。嗨嗨，遥不可及。犯人也会怕凶宅啊？什么啦？什么偷换大头照？牛排换什么大头照？时间流速不一样，他们可能速度比较慢，他们一天可以过好几天。柯南有出了很多，就是很大本。最近出，就以前前一阵子出了很多，就是同整的那种，超想买。可是好贵，一本要一千多吗？因为我原本在日本有看到有原文的，可是我看不懂，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买？后来我没有买。嗨嗨，西兰，我现在可以对立成哎，嘻嘻，唔贪哦，嘻嘻。嗨，谢谢北原神探的收藏。我手推栗子，那栗子可以手推我。好，我手推你。好，写在上面，上停。嘿，手推没有，我今天没有那个，我今天没有带那个东西来。我因为我今天在这里，还好栗子不讨厌小孩，不讨厌啊，怎么会讨厌呢？声音小多，对啊，因为我今天讲话比较小声。使唤弟妹，我没有使唤他们。栗子，你都没有，我刚刚没有看到，他跳太快了啊。买来收藏啊！我都不会买来收藏，我都会买来用。剪刀石头布，阿平手，恶魔栗子好可爱耶！ Yeah, 谢谢西兰，水平线上的阴谋，赞！我真的觉得柯南真的很好看，设定集也不错啊。栗子你买，我帮你翻译，但不怀疑。哎，洗肉菇嘛，你可以那个帮我翻译完，就是你买，然后放在你那边，你帮我翻译来，然后传给我看就好了。好，没事，别打。什么？我哪有？栗子知道柯南跟哦，我好像知道卡丘，你说那个我好像知道，可是我没有玩，因为我不太玩游戏。看栗子的如来生长，嚯！嘿嘿，刚刚更可爱的你错过了什么什么什么？错过什么？好热，我好羞。听过一句很好笑的评论，什么什么什么？那部游戏很虐，真的。今天恶魔栗子打到天使啊，抢到宝座了，什么啦？苦瑶也有神推，应该能带来新的气象，什么啦？你们真的是，好，我要放音乐啦，放音乐，每次不管有没有太阳洞能动的滑板，他们不是在沉默十五分钟害怕改成是滑雪的。可是栗子是喜欢小孩子版的新衣，怎么讲？我觉得柯南很可爱，可是新衣是比较就是正常的感觉。谢谢日本玩的 Kiss 啾啾，就是比较年龄一样。我真的从我小时候，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期待，耶，我快要跟柯南一样大了。然后结果嘞，我现在要跟新衣一样大了，是这样。然后还停在那边，然后我的新蓝党都还没有结局，我已经跟新一一样大了。哎，他是高二吗？应该是高二。哎，高二吗？二年 B 班是吗？我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已经跟新一一样大了。可是重点嘞，他的时间还停在那边。是啊，我本来一个可能。对呀。之后到日本有什么？现在送给他九蛋，你可以送给韩寒那个蛋黄哥，柯南给我就好。然后没事被盗。滑板机的水雾两机的海陆空，你说装喷射的那个吗？那个动漫展那期的掉，哎，你们有看到、哦？就是那个记者在后面说，就是记者，不要走，记者。新蓝，我们班有个人叫新蓝，是不是那个新蓝反战？这个是第十一位前锋的，喝水喽，好。今天怎么没在桌上？今天有啊，桌上。
看不到，好，没办法，看不到。这里桌上在这里，我敲给你们听。对，我有在桌上直播，只是那个，只是妹妹在里面读书，所以我把书桌给她用，然后我在外面直播。有，我本来是在拍你，结果你都在，我没有掉，我没有掉记得，记得根本没有看，我只是啊，记得，记得不要走。我告诉你，如果是那个新一，我恐怕更激动，新一。黑暗的连载过了，你觉得是谁啊？以前一开始当然是觉得是那个啊，是阿丽啊。可是，我最近没有在想这个问题。我前一阵子有想，可是我忘记我那时候是想谁。Boss 哦 ，Boss 不是有三种可能的人吗？我们班那个女生是蓝的，是这个蓝，日文老师都叫阿达西。嗨嗨，一只喵。栗子迟早会叫小五郎哥哥的，什么啦？新人党同人很多啊。栗子是因为柯南可爱，是神通广大才行。柯南那是柯南可爱啊，我就不说柠檬都长不大。栗子那有这么年轻？什么？我要去找秀一了，秀一也不错。你们比较喜欢秀一的样子，还是充实毛的样子？不好意思，新一快要叫你姐姐了，林果，林果，没有哦。还是新一是哥哥，我没有那么老，我永远不会承认我比新一还大。对，我喜欢正太，正太可爱。嗨嗨，令哥。好，我要喝水。秀一的样子我也觉得，因为他那个超时髦的样子，眼睛太小了。嗨嗨，令哥，晚上好。快比新一大，对啊，我都快比新一大了，然后。他的那个结局都还没有，他不是说出到100话就要结局了，他好像已经出到94话还是95话，所以他剩下5本漫画吗？可是我不想这么快结束，欸，可以给我一点交代吗？而且他不是说他不是前一阵子说他要休息吗？给我一点交代好不好？人家快，不要让新一比我，不要让新一比我小好不好？博士的发明有商品化收入应该，我觉得那真的很厉害，就是那个眼镜，就对，然后还有那个变声器，进来就听到了什么？可能正太三年起步哦，林果，林果，正太可爱弟弟快跑！什么？我比较喜欢荷叶，我比较喜欢，女生哦，女生的话，我最喜欢的不是小兰，我最喜欢的是佐藤警官，佐藤。又一个痴汉发言什么啦？嗨嗨，北原神派，麻醉手表才棒，还是双面胶？什么双面胶？快了，你快比新一大。不是，等一下，不是那个胶带，是胶带，不是胶带，不是这个可以撕的那个胶带，是胶带，胶带好吗？胶带 3M 不是胶带。不要跟猎人一样就好。什么？欸，真的猎人还没结局。我希望那个青山刚昌那个作者赶快画出，那个老师赶快画出那个结，就是不要这么快结局。可是你起码不要让我当，就是不要我比新一大嘛。1000话就要完结，1000话不是已经超过了吗？我听是那个。漫画就是单行本吗？是这样讲吗？出到100本的时候，他就不出了。父亲都在看我像，嗨嗨，变成新鲜柠檬，交代我船上很多。猎人要等孙子烧给我，猎人应该没有结局。喜欢可爱配还是新蓝配？新蓝配，虽然我还蛮喜欢小爱的个性，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主线剧情。一直说正太站站，我能理解。可叔叔你的正太站站，我会紧张。西西，你不要这样嘛！练狗也可以喜欢小孩啊。我喜欢小兰他妈，飞鹰里吗？赞。黑胶带可以吗？因为是黑衣的。桃花哥，唔汤。好啦，胶带。基德唯一真好像，可是我觉得基德跟那个。新一真的很像，可是我还是喜欢新一，因为我喜欢他推理时候的样子。先出门了，拜，船长拜拜，谢谢上庭的 love you， 历史应该叫
立省都叫立省了，应该比新一大很多吧？才没有哦，没有，搞不好我跟那个飞鹰里一样大哦。嗨嗨，阿华，交代高代哦。嗨嗨，信伟，猎人作者都在追四六，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你会长大，新一不会啊，新一也要长大，不然我的童年就……我童年最喜欢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呢？记得 OK， 快抖不行，我也是记得，我不是哎、欸，快抖哦，快抖。可是对啦，记得 OK， 快抖不行，快抖我也没办法。推理表情很帅啊，很帅，迷妹，柯南的迷妹，新一的迷妹。平时怎么讲？平时我会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跟荷叶互动的时候。星际派什么啦？不过平时也不错啊。可是我喜欢白一点，我喜欢那种白白的。长得很可爱的，然后聪明的，对，因为我真的不太聪明，所以我喜欢找一个那个聪明的来那个补足我。柯南大结局追四新旧什么啦？主角不能亡的历史，对，主线剧情一定要在。你们知道这一首是哪一个剧场版吗？吃素的时候很可爱，真的，而且。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普通集，就是那个平次跟荷叶告白，然后结果那个平次不承认他有告白，可是那个柯南都把他录起来。历史很喜欢小白脸，这样讲对吗？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对。荷叶很容易吃醋，真的。不过这样才好，这样才是正常的女生该会有的行为吧，会吃醋。刚刚连接到我账号，白马探也很赞，白马探也很帅，只是他真的不太算是主线人物，他是那个剧场版，我最记得是那个，侦探们的镇魂歌有出现，服部也是傲娇型的，跟丽姐像有吗？好服，富坚自己说，听说富坚停刊期间有去参加四六的活动。真的假的？他迷四六、哦，嗨嗨，老张频道、哦，不是，刚刚那个是那个迷宫的十字路的主题曲，叫 Time After Time。原来你会查水表是柯南，偷偷来？哪有？嗨嗨，草莓酱，佳丽每集剧场版都会去看电影吗？我从第沉默的十五分钟开始看，因为小时候还太小还不懂。可是从沉默十五分钟，没有，菊海的侦探跟第十一位前锋没有，这两部没有，后面都有。嗨嗨 ，Ben， 我超喜欢这一集剧场版。对啊，就是白一点，然后聪明，不就是小白脸有吗？聪明的小白脸。结局新一挂在家里怎么办？我可能会那个。我可能会难过，为什么他挂了？不能，他不能挂，新一不能亡。长大时，毛利小五的事情都有柯南帮忙做完，听汤米虫西兰汤哦。伴随偶像什么啦？迷宫的十字路 ，AB 回来答对了，答对。你们要听那个吗？杜月桥。有服务的剧场版都不错，有些人会说有基德的剧场版都不错。小白脸不聪明就骗不到包养，让人最符合什么啦 ？Secret of My Town 好听。等一下，我先放一下那个杜月桥。按错了，我要按 delete， 我按成那个 enter。杜月桥好听。服部有关西乡。可是因为其实我听不太懂日文，所以我会就是如果我真的去电影院看的话，我会不懂那个笑点。舍弃去看电，舍弃不要啦啊！明佑，你不要抛弃我了，不要抛弃我！我挂机加吃拉面，然后拉面照已经小盒子暂停，居然你们都霸凌我，不是小白只好默默离开。一直西兰不行。不可以离开我。不对，这个只有56秒。心机真
旁边妹妹就在学弟子说话。你说那个、啊、那个你的你旁边的妹妹吗？就跟海贼王的艾斯死掉一样，那个灵魂死掉怎么会好玩嘞？嗨嗨，香大大，栗子脸好大，对啊，我是脸肉的栗子。加力只好去当黑人，世界永远不会完结的。嗯，而且这样还可以很靠近柯南。杜月桥超好听，杜月桥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还就是算很好听的歌。然后我前一阵子很喜欢那个，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字到底叫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念，就是他好像叫干壁之关，可是我不确定那个字是不是念那个字那个音。然后因为我都是念干壁之关，对他的那个他的主题曲很好听。这家还可以加面免钱哦，感觉很好吃。我只要细细剖析例子都没看到哎、欸，告白。哎、欸，这个有那个吗？啊，这个没有人唱。等一下，嗯，嘴巴好痒。告白玩笑来一枪，啊，不要啦，喜乐库玛那个结局不好，如果是梦，结局应该会麻烦吧。噔噔噔噔。谢谢塔瓦哥的好多贵族玫瑰。他好念歌，真的怎么讲？害我又好想去日本呢、哦。上车了，什么上车？发音正确，对我没有讲错哈，我没有讲错，我没有讲错。历程准备上车，我没有要上车，好不好？所以つもいなあって。谢谢塔瓦哥的贵族玫瑰。看剧场版真的，哎、欸、你们哦，好痛哦，好痛哦，我又敲到了啦！躺好那个超棒，超棒，超痛！快上车，这车要开，大家都欺负我、哦！真的，去年还有啊，一直不要。不要，要不要叫妹妹推你？好啊，推妹妹推妹妹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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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番操作很痛，超痛！你们知道那个距离没有算好，手放下去那个敲到有多痛吗？啊！好，没事，没事，垃圾车快开着，那个赶快离开，不要，我没有要上车，你赶快走。桌子还好吧？有没有坏掉？当然知道你，只有你的外来搞怪，栗子真爱。对呀、啊，可是西西都不承认，定班敲桌。你看我多爱柯南啊！嘿嘿，我的杯子也是柯南的，我的牛奶都冷掉了啦。妹妹说：“指着你说你很好看耶！ Yeah, 谢谢迷用的妹妹。九点多还来热车车，别紧张。你们怎么都知道我们家什么时候有那个、啊？有没有淤青？没有啦，就是轻，就是敲一下，只是很响哎。OK OK， 嘻嘻我 OK OK。结果小兰才是隐藏的大 boss。然后其实他一直相处在他身边，然后可是柯南却没有发现，原来终极的大 boss 在他旁边。”不要，这剧情太可怕了，不行，唔汤唔汤，真的唔汤。栗子果然天然性，天然呆吗？本来一年去四次日本的，哦，为什么汤瓦哥为什么一年去四次？追星吗？上车很好，清洁人员的薪水也不少。不是，我是说我没有要当垃圾，我没有要当垃圾上车，我应该开着滴滴车去载你们。不知道没敲过什么啦，有真实设定的都很赞。这车车快开车，对，所以我们继续交流吧。交流什么？交流什么？天然可爱系耶！ Yeah, 谢谢本丸妹子，爱黑暗系的告白熊会，真的这结局会，绝对会，我也会，我会觉得
天哪，我从小追到大的柯南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结局给我写成这样？这个还要新蓝党的活吗？其实小蓝其实是黑人都用脚这样，呵，这样吗？他真的很爱很爱林杰，他跟林杰交流仓鼠，真的假的啊？不是因为氪金氪太多吗？小安唔汤哦。柯南第一粉例子，嗯，所以以后那个 TTP 啊，说到柯南啊，你们会想到谁？来，想到谁？嗨嗨，加油！我要看今天只有柯南的主题，今天只有柯南而已。刚才说什么 Secret of My Heart？ 等我一下哦。Secret of my heart of my heart。 哦，那个大家你们知道有一个就是柯南不是有做一个那个有没有知道那首叫什么？我忘记它叫什么。My heart， 应该没有唱错。有人知道吗？嘉义王吧，加油 ，cos 阿笠博士。没关系，我应该有像到他的身材，阿笠博士的身材。小兰是唯一能跟金吉生打的人，金吉生超可怕哎！什么？大家在欺负我？经费转移给 TP 了。桃花哥为什么之前会一年去四次啊？黑衣人历程，嘿嘿。以后那个握手会啊，就全黑，然后你们就可以跟黑衣人握手。毕竟新一的神推的手推，阿潘跟林杰为什么不是想到我？柯南不是就应该想到我吗？我这么爱柯南我收集了这么多柯南，我觉得我应该找时间，然后把我所有的那个收藏都搬出来。最终兵器小兰姐姐，呵，嗨嗨，祥大大，已经开，为什么跟不上我的脑波？旋律是这样吗？就是，好，没关系，就是它不是剧场版，它是平常的。然后可是它很红，因为柯南前面有跳舞。那我就不去了，会死的。哈，嗨嗨蔡亚马逊丛林，谢谢怀的跳掉了，怀的 love you。例子来，例子大于新一大于林杰，你去跟新一说，问他为什么不推你？你怎么办？我的梦想啊，就是柯南那个青山刚昌老师啊，他不是都会找人配音吗？虽然不可能啦，因为我也不会讲日文，可是我就是很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遇到他。或者是在什么场合上面可以看到他，然后请他把我画，就是画那个板板，把我画在柯南旁边。对，没错，这是我一生的心愿。然后如果我真的拿到的话，回家应该会把裱框裱起来。嗨嗨，福气撞小号，有梦最美，不要呛我好不好？对，会吃日本是自己去的吗？哦。哦，对，等一下，让我写起来哦。等一下，我要放那一首。等我一下。好像是什么恋爱是悬疑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非洲时间什么，从前就决心为什么喜欢这种暴力，那是从小培养的感情。我来看今天是会不会飞嘞，好飞好飞，飞到一个爆炸怎么办？每次一直聊到柯南就想什么，当然闪闪发光，柯南是我的最爱耶。飞中安，嗨嗨性不性感，嗨嗨小马儿 Sony， 谢谢北门神推的枫叶，一直快音真犯人配音事件，嗨嗨风残 TTP 事件，我觉得可以，我要为什么会变成不应该现场，嗯，如果老师叫你配音新角色杀心的角色，哦，不要这么为难好不好，那我好我还是会配，然后我会请那个老师帮我画一个我在柯南旁边，这个应该不难的样子，如果青山跟苍老师来握手会找栗子，好好好，我会跟他说那个我可以跟你握久一点，然后你帮我画一下柯南跟我吗，对，然后诶嘿开心，嗨嗨苹果，到时候黑衣人立场面会有很多尸体，什么啦，没有一天只会出现一个啊，等一下啊、哦，等一下，我要查一下那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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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啊、哦！等我一下啊、哦！等我一下啊、哦！等一下啊、哦！我又不太会打那个。啊，算了算了，那个他那个真的脸，嗯，我不会用这台电脑啦。恋爱是，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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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疑吗？悬疑，然后什么什么不啦不啦不啦。好，算了，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可恶！今天有听没有懂？看柯南就会懂，握手会就是黑衣人。栗子还真的有 cos 过柯南，没有啦没有啦，打柯南 OP， 哦，打柯南 OP 吧，好 ，OP 吧。等我一下啊、哦！原来可以这样打哦，我都不知道哎。哦，找到了啦！谢谢塔瓦哥的贵族玫瑰。亚美逊丛林杀人事件，嗨嗨 Jack， 嗨嗨阿宝，嗨嗨小婷。我四月十二啊，不要阿贵，不要跟我爆雷好不好？嗨嗨君咪咪。就是这首，就是这首，谢谢淘宝哥的好多生煎包，嗨嗨小小三，哎，我有红包哦，难怪那么多人，红包开心开心。如果让栗子去配音柯南里面的角色，最想配谁的音？佐藤警官吧，我真的超喜欢他的。嗨嗨紫紫新衣，嗨嗨冰雪，嗨嗨 AA 超人。对啊，这首很经典。好，既然现在比较多人，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一起生研究生李佳丽。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做手作，还有唱台语歌。然后那个我的 IG 是 CHIALI_AKB48 Team TP。然后浪 life 也要麻烦大家帮我追踪一下啦，谢谢。嗨嗨展丽，嗨嗨 Eric。嗨嗨鱼豪，嗨嗨嗯呐，嗨嗨阿宝，嗨嗨变成新鲜柠檬，谢谢你的枫叶，嗨嗨马小弟，嗨嗨恩恩，如果在自界时送犯人，你会怎样？你可以送送看，然后就是柯南就是在对，就是变成犯人在自我介绍。我人生中第一张买的 CD 就是柯南，真的吗？柯南赞，柯南赞。栗子剧场版都去哪里看？找人抢光票。
没关系，我可以去其他电影院看。没有啦，之前的电影版都是阿姨帮我订的，然后她会先在网络上面订了预售票，因为她有时候会有套票，然后会有送东西，然后阿姨就会先去他们公司附近的那个换电影票，然后换完之后，她晚上再带我们先去吃苦拉寿司，啊，去吃某一间寿司店，因为那时候同时也会有柯南的扭蛋，然后就会吃完那间寿司店之后，再去看柯南的电影，然后再回家，超赞！抢光票是为了换栗子吗？没有，那你们应该留一张票给我，还是不要了？不要什么？嗨嗨，住附近，饭的你好贵。雪山犯罪事件刚好87名哎，我听了你在柯南里面也是滴滴，对呀、啊，所以。其实我应该也上滴滴车，所以我是滴滴车开车的人啊。你们要上滴滴车 ？IG 好长哦。对啊，没关系。那个小婷，你可以打李佳丽，就是打我的名字，然后就可以找得到了。嗨嗨，如音涌入大量红包人。对啊 ，Hello 大家，我是 AKB48 Team TP 一起生研究生李佳丽，要麻烦大家帮我追踪我的浪 life 啦，谢谢。是这边吗？还是这边？是这边吗？还是这边？要麻烦大家帮我追踪一下啦，然后还有我的 IG， 谢谢大家。滴滴车明明就好了，那我也上滴滴车嘛。谢谢静月的阳光，谢谢马小弟的阳光，谢谢小僵尸的阳光。谢谢大家的阳光回馈，嗨嗨迷路失忆，嗨嗨当诺言成为谎言，大家帮我追踪一下我的浪 life 还有我的 IG， 谢谢大家。对啊，我17岁哦，17，左上追踪，右下分享，麻烦大家啦，谢谢。麻烦大家帮我追踪哦，谢谢。嗨嗨，マジですか？搭你的车恐怖？为什么？我又不会飙车。很不错的柯南日，超赞！我最喜欢柯南，所以你们只要跟我聊柯南，就是源源不绝的话题。我以为15岁，没有，17。嗨嗨 ，AB Fly， 嗨嗨，西西，嗨嗨，凯，嗨嗨，强森，晚上好，大家右上哦，那我的右边哦，我的左边跟你们的哦，我们的左右边是相反，那个是什么？左上追踪，右下分享，是这样吗？这样吗？你看错人了眼，嘿，为什么？那么臭老娘，哎、欸，什么啦，很坏哦 ！AB 回来也开小号，笑我翻，李佳丽自首了，什么啦？你们很坏耶，跟你同桌会被杀掉？哪有，我那不才不会嘞！等一下，我要继续放我的柯南，今天只能有柯南，今天是柯南日，今天是我的最爱的日子，柯南主题曲。嗨嗨，张文斌！嗨嗨，别回来！我来看看还有什么有办法放。开掉青鸟哈，可是我要听柯南啊！今天啊，你们要听哦。好了，那我等下再去查好不好？我等下再去查。哦，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让我听一下柯南嘛。拜托，让我听一下柯南。为什么我找不到？他应该都有那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放一下最经典的、啊？为什么要从一半开始？好，我们来放一下最经典的。谢谢阿宝的阳光，我要听春之歌。好哦，因为刚刚有放过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放。嗨嗨，美人鱼！比较深刻的剧场版应该是佛像的那个，忘记名字。那一部叫做《迷宫的十字路》。嗨嗨，
欢迎任任。每天要前奏就算了，听到了怎么可以卡掉？哎呦，人家就说今天是柯南日啊！好了，等一下放一下，等一下放一下。喜欢的话可以左上追踪，右下分享哦，谢谢大家。嗨嗨，阿义，栗子要发了什么？如果有人打扮去跟栗打扮成柯南，可以握久一点吗？我会握用力一点，会把你抓住不让你走。嗨嗨，小书童。嗨嗨，露比的宝宝，卡掉青阳的伴人。哎呦，如果我 cos 成，记得没有？你要 cos 成新一或者是柯南，我才会。栗子撒娇超级可爱，无法抗拒的妹子。那西兰要那个多推我一点呢、啊，是不是？西兰是不是？身为黑衣人，消灭一首歌合情合理。没有啊，那个。变掉，亲爱的，那么你看，继续接受制裁老板。哎呦，你们很坏耶！嗨嗨，星星，学校做的柯南。哎呦，然后两边 staff 就抢做山寨柯南出场，然后把那个真的柯南放出来。已追踪的再按一次，还没追踪的按两次哦。九蛋，不要乱叫。那扮成新一呢？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个声音出来表示凶手即将出现。新之主啊，いつもひとつ。阿奇开了，要去报道一下。好哦，海边喝阿姨，拜拜。噔噔噔噔噔。如果扣成徐教授的可能啊 ，Master Sky 不要啦，我可以帮你推轮椅进去。什么？嗨嗨，错错 ，IG 最重要啊！谢谢小婷，谢谢小婷，把栗子推下悬崖，新一就回来了。你汤，好，大家说刚刚要那个青鸟，柯南拜拜，我们等一下再见面。大家说要听青鸟，我会想你的，虽然只有几分钟。哦，就是我以前的同学都知道我很喜欢柯南，然后就有一年，就是有一年的生日，就是国中要毕业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天刚好是我生日，那一天刚好是校庆，然后同学他们就去借了音乐教室，然后买了很多柯南，然后把它藏在各个角落，然后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去找，然后没有找到的话就没有礼物。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柯南回家，超开心。谢谢玉峰的为你守候，谢谢玉峰。嗨嗨，笑贤好久没来嘞，嗨嗨，嗨嗨 CKUMK， 谢谢你的好多收藏。是在中二啥什么啦？我比较喜欢四良也不错，四良很酷哎。是他给人的感觉啊，太高，什么太高？喝个水。栗子有收整套柯南漫画吗？我很想收，但碍于没钱，我现在没钱，我现在吃吐。好了，没有了，就是。我现在的金钱通常都是拿去买，就是制装费、化妆品，对。然后最近就没有钱买柯南，可是我的梦想是收集柯南的全套漫画，跟他出的剧场版、出的很多就是书。然后我以后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未来要重新装潢嘛，然后我会把一个地方，就是叫奶奶帮我设一个，就是专门是。放柯南的柜子，对，没错，我就是爱柯南，爱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到时候握手会没有柯南，就是找好做一个柯P男，什么啦？谢谢上庭的 love you， 嗨嗨嗨嗨，笑贤，不会啦，不会来晚，有来找我就很开心了。嗨，飞镖，一个柜子不够你放吧？那应该要一面墙比较够。现在才看到
到栗子的指甲漂亮。对啊，今天的是粉色跟蓝色，是自己擦的光疗。昨天涵涵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说我在擦光疗，就是擦这个。赞。喝水，周边全买几个概念。对，可是柯南有些周边真的好贵，我买不下去。然后近期还想要收那个柯南的大啪啪，你们知道大啪啪是什么吗？原来栗子也很懂得花钱打扮自己。嘿呀，钱都拿去买衣服了。QAQ。嗨嗨，思源。嗨嗨，严琪琪、明杰，嗨嗨，嗨嗨，谢谢子子心意的阳光。你直接松烟放一个仓库就好了。没有，我要未来我如果有办法那个把我的收藏开一个展览的话，那我觉得一定很可观。好，没事，北岛。嗨嗨，金虎，嗨嗨，新宝，嗨嗨，周哥，晚上好。我要来看我的柯南宝贝。名侦探柯南，我发现啊，讲这个话题啊，我永远不用怕没有话讲。今天又开始被盗了，对啊，没事，没被盗，不在世界吗？哎，最后一包了。好，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一期生研究生李佳丽，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做手作，还有唱台语歌。谢谢心寒的凶手。然后兴趣是唱台语歌，然后那个可以追踪我的浪 life， 然后也可以分享。追踪分享，然后还要追踪我的 IG 哦，谢谢大家。最后一包，好快哦，怎么这么快？真的有黑衣人，对啊，很酷哎，要收藏变，那数量真的要很多，对啊，我会努力收藏。嗯，如果办李佳丽个人展会不会？没有，TTP 李佳丽个人收藏展，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柯南。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真実はいつも一つ。柯南，谢谢飞鸿的玫瑰。结束了吗？好像快要结束了。结束了。大家要麻烦追踪我的浪 life 还有我的 IG 哦，谢谢大家，谢谢。嗨嗨，臭阿佳，嗨嗨嗨嗨阿佳，四十秒，还剩四十秒吗？我看不到。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一起生研究生李佳丽，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做手作，然后还有唱台语歌，然后那个要麻烦大家帮我追踪一下我的浪 life 啦，然后我的头像可以点进去，然后里面有我的 IG， 大家麻烦帮我追踪一下，谢谢大家，要多多关注我哦，大家关注我哦。对啊，我也觉得缩短了耶，一个空房间也不够放自己喜欢的周边商品，真的超喜欢柯南，超喜欢。眼睛也当中，我刚刚没有看到，谢谢飞鸿的掌声鼓励，谢谢泡泡520的眼睛也当中，谢谢蝎子的阳光，谢谢霸王蟹甲的阳光，谢谢大家的阳光，谢谢 Akira 的阳光，谢谢果冻九号的阳光，谢谢大家，红包好快就发完了。QAQ 谢谢啊，没看到，谢谢上庭的为你守候，谢谢，感觉是没有侦测到脸部的关系吗？我觉得现在有点卡现在有点卡，不知道为什么。嗨，风尘，这么可爱，当然会大力关注，耶！谢谢飞镖，叫你抄袭我，这是谁啊？看不到他是谁？李佳丽自首了是谁？谁？啊！Eddie， 李佳丽自首了是 Eddie。你手机有电吗？有啊，57%，而且我充着。等一下哦。好，再有没有顺一点？所以栗子刚刚没抢到我的红包吗？没有，
哎，姐，我人我可以抢吗？蓝领的是 Andy 叔叔，干嘛叫人家叔叔啦？今天好卡，怎么讲呢？还是有点卡，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嗯，我今天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卡。栗子指甲飘飘，可以再看一次吗？可以啊，在这里，这里，可爱的指甲，我也觉得很可爱。对对，谢谢小雨的枫叶，谢谢东尼的枫叶，谢谢飞鸿的枫叶。谢谢红包啊！好，那个我下次我们还是去韩寒的台再送那个红包好了，不然我都没有抢到。他刚刚没有注意到，所以不知道你有发啊！电力太强，所以卡，可恶啊，都卡了啊！可是我一直充着，今天电会越充越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之前直播完都还剩很多电，可是今天电越充越少，突然变成慢格微放了，真的吗？谢谢，这是西西还是 AD？ 谢谢，嗯，哎呦，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棒棒糖，谢谢李佳丽自首咯，谢谢 AD 的香槟，恭喜。Eddie 升到27啊，我知道了啦，你们干脆全部人都改成那个柯南里面的人好了，这样我叫起来很开心。叉叉叉头冲来，哎，你们看，叉叉头，这一颗是笔电的，这一颗是那个，哎，这个可以拔掉，说实在，这个是直播的，直播灯的，然后这一颗是手机的。什么哈哈哈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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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字体习惯，很难认你，很难认，很难认，叫不出来，真的叫不出来，你们知道你们都叫一样的，我真的叫不出来吗？柯南自然要开始吗？你这样五花八门，没关系，这样我就可以很亲切的直接叫你们柯南、新一、小爱，对之类的，爆炸，哦，你说这样不怕爆炸？没有，还好差两格而已啦。全部都叫元太，不要，你们可以全部都叫新一，愚人节更好玩吧。嗯，哎，任平君，任平君你来了，抢完红包我要去阿 K 台视报道了，拜拜拜拜，老公，任平君，兴奋到模糊，好，没有，没事，被盗，冷静下来，嗨嗨，远山和叶，但叫起来好亲切哦。谢谢任平娟的枫叶，去上班叫不美，好啊，大家改一波。一直这样说，等一下一堆犯人跑去，不要叫犯人，你们要叫不同那个，你们的那个错，你们的名字不能重复哦，不能重复，你们可以想一个不一样一点的。嗨嗨，小丽有一声推，丽会崩溃，不要全部都叫小哀啦。全部叫小五郎，不要，他们大家都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嗨嗨，李黎。哎，你们的最爱，哎，栗子这个，三平君，拜拜。旧手机用不习惯，嗯，刚刚是 AB 胡大姨吗？嗨嗨，郁金田，怎么我等下错过了？大家全部犯了李佳丽车站号，不要，这样很可怕哎、欸！嗨嗨，郁金田，一本丸根柱是日本丸吗？何伯主教练，侦探力知道推理师是谁？啊，你们好坏！艾利博士的金龟车，沉睡的魔力小五郎。沉睡魔力小五郎是那个，是那个北原神推吗？是北原神推吗？嗨嗨，香大大，嗨嗨，坤坤，你们最爱的贝克街的亡灵的那个 end 结尾，
好，我等你们大家改完名字，我看我会被，我看我会不会疯掉。谢谢上庭的 love you。美化头贴还那个好，应该要想冷门一点。对啊，想冷门一点的名字。被下药的心意。今年柯南，对啊，今年有新记得。嗨嗨 Jeffrey， 嗨嗨，晚上好。会不会疯掉？我想知道啊，大家赶快改。嗨嗨志伟，今天是柯南台，我们要大家都变柯南。嗨嗨犯罪档案137号，公嗨嗨工藤新一的老公。为什么是工藤新一的老公？不是工藤新一的老婆吗？我每年都看，你看十几年，好看，谢谢。谢谢日本玩的收藏，哎，日本玩我该叫不出来，那是谁啊？工藤新一的老公，完蛋了，真的叫不出来，那叫低化的尸体，低化是那个，低化尸体断头，哎，看我头像就知道为什么是老公啊，啊，记得，这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看过这张？这张是粉丝画的吗？是那个吗？是柯南迷画的吗？嗨嗨组织都是卧底，跳太快，嗨嗨管粉佳丽我爱你，嗨嗨许方舟，嗨嗨服务飞镖，嗨嗨低化的尸体，我在陪妹妹玩自学高游戏，米柚你要不要改名？普普的，感觉好像不错的样子，工藤优作，听说有个例子。听说有个叫栗子的喜欢新一，哎，新一，你好笑，真的都改，连尸体都来，对啊，连尸体都来那个。我觉得你们如果那个如果是滴滴的，用这个名字跳去其他台，别人应该会啊。李佳丽自首了，扶起来，扶起来，丑才到秀才尴尬吧。嗨嗨 ，APTX 4869。还好我那时好怕没啦，服不唔汤哦，嗨嗨樱桃喵，嘿嘿组织怎么没有苹果酒，好好笑哦，拜托有人跟上，不然只有我哭了。第一话尸体是谁啊？哦上庭哦，哦快要笑死，欸，他爸爸叫什么？平次他爸爸叫什么？忘记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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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哦，我笑到快要那个，上次科技还都四八 G 的声音，当新一是兽，记得是公，我的新一是兽，我觉得可以，范泽。范泽上，范人，我真的觉得不错，我喜欢这样，你们以后都改这样好了。嗨嗨樱桃喵安安，已经是角色的我不参战了，没关系，小安你不用改，你当然有印象啊，那个吃的可以返老还童，可是我还是现在这样好了。我是新一，栗子喜欢我是吗？对，我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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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老平常，对啊，服务屏障了。犯人李佳丽94号，这是谁啊？94号是谁？怪盗加侦探等于柯基力，什么？平次爸爸就大阪府警那位，对啊，木木13。哦，我快要笑死，好开心哦，好开心！现在还在高中生的，念板应该会笑翻。哦，两周没有卫生纸，我笑到流泪。啊，笑到流泪。等下念板会笑翻，不要给荷叶知道真的要节目。这个人是有什么病？这样也很喜欢。啊！
欸，那个大家好啦，偷看栗子许不要告诉黑夜，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工藤新一我老婆，我才不给你啊，不行，嗨嗨玉喵素小五郎本丸，嗨，谢谢木木十三的收藏，你的头都飞了，范泽是谁啊，范泽赏是谁，我刚刚一个人被闹还那么开心，我不熟悉我的朋友的话，还记得的老婆，你看头像，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丑的，现在是在演哪出？就是粉丝，因为我们刚才今天在聊柯南，然后粉丝就把所有的名字都改成跟柯南相关的，然后就是接着的，滑雪山庄杀人的事件。嗨嗨木木十三，没有大家你们要讲就是你那个他们里面会讲的发言，谢谢日本玩的 love you， 你看你老婆来说笑死，荷叶在哪，今天要九点，对啊，一直要笑死，真的接着都超配合的，好累哦，笑得好累哦，谢谢志伟的收藏，嗨嗨通低化尸体，你的头被假胖子藏在衣服里了，好可怕！那一集真的很可怕，雪山山庄杀人事件超可怕。我还需要讲吗？凶手就在我们之中。哦，益生菌。我是新一，一直喜欢我。新一是公，我是受，什么啦？黑羽太太。低化的尸体，对啊，今天大家都超有梗，超开心，超好笑。栗子，我先走啊，夫妇要走了，好吧。我们感觉这样，栗子根本没有想要猜的，没有，我不猜，我要念得很开心。我知道那个栗子喜欢我是吗？是那个 Eddie， 嗨嗨夜兰，今天到九点吗？对啊，今天到九点。栗子拜拜，我时间差不多，好哦，拜拜。荷叶来了，我先到吧。啊，福布不要走啦。电话的尸体 ，Eddie， 你干嘛改电话的尸体呀、啊？我去别再抓犯人，回来啦！不用抓，不用抓，犯人在这里。一直喜欢我在摇啊，你是要瘦头哎？好多尸体来，对啊，忘记改头像，对啊，医生就你那个头像太明显了啦，不是我才不是 Eddie， 那不然是谁？是谁？啊，西西，西西，西西。原来是西西哦，我一直以为是 Andy 耶。啊，西西，破音。好，我喝水，等一下我今天太激动。嗨嗨，柯南的新衣新，柯南的新衣衣记得服服服不服？什么绕口令啊、哦？我的头好像还在笑，被这种。哦，还好你一直不知道我是谁，工藤新一的老公。哎，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是谁啊？是谁？我不推啊，嘻嘻哦。嗨嗨，工藤本官，嗨嗨。啊，笑到好累哦。还好没发现我是假扮服部。哎，第二话是什么？第二话好像是那个哎。冲野洋子的那个，嗨嗨白鸟任三来，嗨嗨毛利小五郎，最爱喝酒，嗨嗨冥王哈德斯，白鸟心情麻烦人物。白鸟都快要猜出来那个柯南的啦，好累哦，今天笑得好累哦，啊 ，Let me 冷静一下，
谢谢百鸟任三郎的真情告白。快抓鸡的啊，白鸟！犯人啦，抓犯人啦，抓犯者！所以工程西的老公是谁啊？我知道那个栗子喜欢我吗？是西西。谢谢组织都是卧底的请酒的枫叶，需要尸体们上去报记得吗 ？OK OK OK。所以那个第一话的尸体会这样，然后没有头，超可怕。因为栗神有烟酒赏什么啦？魔力小五郎，我知道这么容易啊，错。偷骂脏话，谁偷骂脏话？谁？他是白熊夫，哦，是哦，是那个希洛库玛啊，犯人是我，嗨嗨木木十三，我还没出手，他现在还是善良士。如果每次直播我都这么开心就好了，哦，我真的觉得不错。自称我老公是白熊的辅助，原来那个用那个辅图的是那个白熊。那个希洛库玛，对啊，木木警官也出来，我头像也换了，荷叶换什么？啊，好帅那张，好喜欢，我超喜欢那一张的，一直不知道我神推零一，首推平衡，二推一针。我还真的不知道木木十三是谁啊？谢谢施压浪客的玫瑰，白熊这种癖好，那个腐白那个白熊腐叔叔，下次直播星期一号、二号、三号开始出现，因为你们不能先串通好，你们不能在群组串通好。我是星期一喜欢，并没有，没想到白熊叔叔喜欢那个。然后的解除超赞，基德跟白鸟斗还蛮好看的，可是我更喜欢基德跟柯南斗，哎，好帅，柯南好帅。基德老婆要跟栗子去玩沙了，基德的老婆是青子吗？她叫什么？那个女生叫什么？忘记了，突然忘记了。那可以第 N 号实体吗？你没看栗子越看越兴奋吗？什么？工藤新优助，我、哦、好累哦，我今天好累哦，我笑到那个，哦 ，Oh my god！ 嗨嗨，小魔方，柯南这难搞小鬼。哎，记得飞镖没有？记得飞镖改掉了。其实我不喜欢腹部，我也要抢新衣了。说好新人问王，你怎么看这个新 DK 嗨成这样办的？没有，那个西跟基德那是不一样，那个是腐女魂才会出现的。啊，平常当然是那个啊，主线剧情啊。栗子四八是开始脑补基德成新一，哪有？我才没有脑补嘞！我刚从下下到米花市，嗨嗨月猪。嗨嗨，蓉蓉，嗨嗨，服务频次，服务频次是 Eddie， 实体都没有人看，什么本都没有，什么哪一个是第一集就吃药的心？看头像就懂，什么头像？头像什么？啊，我都跑不出来了，套个啊！哎，一卡都没有，谁说要抢新衣的？我要抢新衣！刚刚弟弟好怕跌到别的，谢谢雅婷的追踪，嗨嗨小魔方，因为我没有看头像。我知道啊，那个记得老婆是那个啦，那个米欧。只是在说还是而已，不是在骚扰。笑到好累哦，真的笑到好累哦。如果忘记换名字，
低化尸体，你去会出事，真的，你去会出事，不要手滑、哦。工藤有希子，哎、欸，那个新一妈妈很漂亮，我刚刚穿的就是，嘻嘻，不要手滑，是嘻嘻吗？一直喜欢我是吗？对对，嘻嘻，不要手滑，你不是好人。嗨嗨头，嗨嗨，还好我没换头垫，哎，换那个头垫可怕，是那个在上面，在那个坐在那个一消费在上面，就我头不见，那很可怕哎、欸。啊，聊得好开心哦，哦，我笑，哦，我笑到不行。找心意的店，奇乐库嘛唔贪哦，可是我喜欢。好了，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被盗。嗨嗨，小安，看栗子那么开心，觉得好笑。哦，你们看到我都笑到喷泪。换头贴更尴尬，加上 ID 那么重，个爆尴尬。嗨嗨，白鸟任三郎。你消费者讨厌一直黑幕的那种。原来你也是腐女，不是我挑的，尸体快去换头贴，那会吓死人吗？嗨嗨，金沙公主的豆芽，嗨嗨，痒痒，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明信片是你送的，我原本不知道，我那时候还想说明信片是谁送的，那个笔我超想要的，你抛完之后害我都想去买，你在哪里买的？还是我去换锦鲤上来，锦鲤上来哪一个？其实你可以去换图片，图片找好久。哦，这张好可爱哦，这张白鸟好可爱哦，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找截图的那种。TTP 第二个腐女出来，你可以跟林杰好好聊聊。第一个腐女是谁？林杰吗？还是谁？嗨嗨，菜菜，服部新一，服部成，啊，不要，我比较喜欢鸡，我喜欢两个小白脸。书店，原来如此，赶快去入手一套。我如果入手到的话，我再跟你们分享。嗨嗨，小爱，嗨嗨，志伟。第二个是鱼喵哦，什么？嗨哦，响古灵，那个，本名叫什么？安室透。对啊，林杰啊，他都说他自己是腐女。好的，你改好了，改什么？照片吗？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鱼喵超腐，栗子别跟我抢亲，不行，心意是我的。咦，谁叫我假名？不是吧？哎，响古灵，响古灵是哦，对，响古灵是本名，安室透是那个公安。哎，安室透是本名还是响古灵是本名？谢谢月柱的追踪，吸引我老婆啦，吸引我老公啦，没事被盗。等等，这台都要改客人名字。对啊，洋洋你发现了，那个反应好快，因为很多人进来然后还不知道。对，这台都要改柯南，今天是柯南日，快念吧。对啊，响谷是本名啊，那安室是公安用的吗？有够难找，忘记第几话，那我去看。好，洋洋等你哦。洋洋喜欢谁啊？洋洋喜欢那个柯南里面的谁？只有我不用改。宫藤新一不是鸡的老婆是谁啊？是谁？是喜乐库玛吗？我是私家侦探安室透，安室是在组织里用的，那公安用什么？我背应你老婆，嗨嗨，记得的老婆，猜啊啊！不要猜了，嗨嗨，林果也要来改一下吗？今天是柯南台。快看我跟我老公神照，看不到啊！为什么？哎，为什么是小兰？小兰不应该跟基德。嗨嗨 ，Chanel， 我还有代号 Zero。你这太好猜了。对啊，那个米柚的太好猜了。嗨嗨，阿红，嗨嗨，工藤新一的老公。啊，我怎么都要换那个腐腐的图嘞？
大家都换夫妇了，什么冲野洋子？谁换冲野洋子啦？哦，养羊哦，养羊，原来是养羊。谢谢白鸟任三郎的棒棒糖，那个是亲子哦，哦是亲子哦，我以为是，长得太像了啦，栗子看头贴，啊、哦，夫妇的，我觉得不错。嗨嗨，呆萌呆萌的新衣，可爱耶，我喜欢，我喜欢。那是不是那个啊？就是公仔。啊，我超喜欢柯南的，你们都那个太赞，我觉得太赞。我回来了，洋洋你回来了，杨子，酒的名字。嗨嗨 ，AB Fly， 嗨嗨，第一画的尸体，安室通，哦，波本。对，波本才是在组织吧，安室透是公安的名字，然后响谷林是本名。嗨嗨 ，Jack， 荷叶断线了，我还真抢手。嗨嗨，小叮当，谢谢小叮当的 kiss 啾啾。哦，今天的台真的是太令我开心了，好嗨好嗨。谢谢塔瓦哥的好多贵族玫瑰，嗨嗨智，好，哦，我笑到快不行了。谢谢呆萌呆萌的新一的好多圣剑包，今天的那个大家的名字太令我开心了。谢谢小叮当，我觉得等下念榜的时候会更好笑。嗨嗨远山和彦，所以我如果我以后想要柯南日的话，我以后那个就是那个的标题就打柯南日啊，你们就自己换成柯南的名字来找我。嗨嗨玄月明空，平时只有我身上很累的。谢谢塔瓦哥的贵族玫瑰，听说有个叫李佳丽的小女孩很喜欢我是吗？对，没错，为了栗子找本本，找什么本本？什么本本？嗨嗨米酒，头天去改一下，改成冲野洋子吗？今天又有新爱吗？啊，你们要改高木跟佐藤，他们才是经典，好不好？嗨嗨第一话的尸体，我去找素材，刚刚手机自己关机了，真的假的？谢谢塔瓦哥的贵族玫瑰，谢谢米优的棒棒糖。写什么小本本？写什么小本本？啊、哦，今天好累哦，今天笑得太开心了。谢谢台瓦哥的贵族玫瑰。突然打哈欠，今天太嗨了，害我现在好累哦。一定是栗子怕我抢新衣才这样。对，大家不能跟我抢新衣，新衣是我的。栗子看我头贴，第一话的尸体吗？你是跑去截图吗？低化的尸体，我属于小蓝，好难找，哎、欸，超可怕的！你是去网络上面找还是去截图啊？停止下载的话都快走在哪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嗨嗨，元太飞镖，低化的尸体超可怕。嗨嗨，阿力博士，阿力。嗨嗨，工藤新一的老公，所以我老婆小兰去哪？小兰在这里。栗子这张赞赞哦，哪一张？我看。哦，赞！我觉得赞，我觉得很可以，我觉得这张可以。希拉库玛，我觉得这张可以。我的头呢？没有，那你应该那个。低化尸体，你应该要去找一个人配你那个低化的头，你应该要去找一个人拼成一组，然后就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低化尸体没有，他只有那个血，他没有那个画面吧？好符合，我觉得很不错。小兰，你的胸肌在哪里的？那我有，只是我的比较小而已，在这里。柯南这家伙要自己去解谜，一点都不尊重少年侦探团。那个名言呢？谢谢小叮当的玫瑰。
第一话的事情，我觉得必须打发。我也觉得，为什么学到哭满这么多这么浮的？要不要那个传几张给啊？没事，背到没事，以后各种尸体还可以一直带。我觉得那个有一个是那个图书馆杀人事件，那个超可怕，那一集的尸体超可怕。好、哦，我笑到好累哦，抓抓眼。我就说白熊的皮啊，那个白熊是什么派的？那个心机派吗？心机派，所以你存了一堆他们的浮图。说好的新男没有啊，主线是新男啊，腐女魂是心机。不错，栗子侦探，对呀、啊，超喜欢柯南，下次再来打吧。谢谢红包哦，有红包哦，我是栗子派的、啊，耶，没败。嗨嗨，冲野洋子，还真的去找那个洋子的那个 Yoko。嗨嗨，日本玩，哦，嗨嗨，高木，肚子饿没有？不是猪排饭，是鳗鱼饭。嗨嗨，俊宇。嗨嗨，远山荷叶，你又说小兰啊？对于小三记得抢蜥蜴，你又那么嗨？没有，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主线剧情的人格，一种是腐女魂，那不一样。超级难找这20多年前的尸体照，跟你讲超可怕。那张照片我原本就有，哦，原来如此，很多本本还不能传给栗子啊！笑死我，我真的，木警官不见了。谢谢远山荷叶的好多枫叶，要把课程拿出来复习。对啊，这样你们才有办法跟我聊，是不是？20年都还没腐烂，就是。谢谢米柚的为你守候，我觉得等一下念榜应该会很好笑。嗨嗨，请酒。嗨嗨嗨嗨，说华哥，华哥，你一定会觉得那个现在是那个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被栗子召唤回来，当然。今天直播笑翻，谢谢各位大大，真的笑翻，超级粉粉改名字啦！对啊，改名字了，说华哥改名字了，赶快改名字，改一波。爽哥改一波，改名字了。嗨嗨，告白气球，今天是柯南台。耶嘿，这有三分之二人都改名字。对啊，嗨嗨，木木警官的小叮当，我们几个像这种名字。好哦，范泽。嗨嗨，工程新的老公，这里是柯南台。新机子吧，一直往黑洞。要改吗？好啊，改啊，大家一起改，改成柯南的名字。给我走的走。笑到都有点累。好，替换。你那个真的不行。嗨嗨，柯南飞镖，柯南飞镖，你换几个啦？你好像换了很多个嘞。以后你的直播就是改他现在的名字，我觉得不错。这项永远只有一个，请找出各 ID 的真实身份，太多了啦。官播记得要改回去，我怕跑去其他成员都很尴尬。我觉得只有第一话的尸体会尴尬，其他应该都还好。嗨嗨，冥王哈德斯，如果头天看到的，我的头收不到。为什么我在的地方就会凶杀？可以不要把形象毁光。哦，好累哦，今天笑得好累哦。Sorry， 我今天笑得太对。来张贴纸一下下，都是你。我的挂号不是鸡的老婆，我刚睡醒。
一直有看到心头跳，我看看，我看看。我照片呢？他说你在摸哪里？那个，谢谢 Karen 的 Love You， 还没回声。你的头应该找不到。你们可以回去换那个叫图书馆杀人事件那个也还蛮恐怖的。如果有人是新进来想要追柯南，可以先去补一下那一部，我觉得还不错。喂，我在心想啊，你在摸哪里？第一话的凶器，第一话凶器是珍珠项链，连那个照片都找出来，连那个图片都找出来。第一话那个是谁？法医在哪？我要继续卡车第一话是，我需要冷静一下，天太嗨了。我没有想到柯南居然可以让我就是一直讲都不会停。嗨嗨赤井秀一，嗨嗨范泽萨，五连拍，好，一、二、三，嘿嘿，怎么没了？嘿嘿，谢谢犯人李佳丽自首喽的凶手，三、四、五，好，嘿嘿，完美头像来了，什么完美头像？我看，啊！工藤新一的老公，我觉得可以，可能要因为历史掀起一番。对呀、啊，你知道我以前在之前的那个直播品牌，然后我从头到尾都介绍我的那个柯南收藏，然后结果都没有人要来看。没关系，我现在找到共鸣了，我很开心，我找到一群跟我一样喜欢柯南的大家。这里最正常的应该是历史，谢谢赤井秀一的枫叶。看我们多爱你，耶、yeah, ！爱你们，我觉得赞，我也觉得赞。看到心机就还成这样，腐女魂，嗨嗨木木警官。可是我很久没有看柯南，没关系，有跟上就好了。我也跟上风潮了。赤井秀一是谁啊？赤井秀一是谁？啊，赤井秀一是那个志伟吗？我只有看剧场版，没关系。谢谢远山和叶的爱的抱抱。志伟吗？是吗？我有没有讲错？嗨嗨小叮当，嗨嗨木木警官，嗨嗨一，我走错棚了吗？是谁啊？刚才那个是谁啊？这是，手画哥，你怎么可以改金田一呢？这么快就被发现？当然，十个少女九个腐，大家都有腐女魂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工藤新一的老公，我看看哦。那个西西吗？高木社神退零一，我猜不到啊，神退零一谁啊？有人看到没选？哎呀，小华哥，你不能走错棚了，要九点。对啊，好开心哦，今天我笑到一个快不行，跑错棚，无德西斯东吗？那我怎么还是这么飞？我的天哪！好，我今天来念钻石榜，为什么一下就被你发现了？小华哥，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专业一点。你知道他们把所有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字迹全部都移掉了，那个才猜不出来啊！你的神推上面就写的董子轩，我当然知道啊！谢谢秦九的收藏。刚刚猜我是吗？不知不觉升级，哦，升级什么？改成这样也不会被抓滴滴。死掉真之子夫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好熟悉哦！这是什么？这是哪一集的啊？
好熟悉哦，好熟悉，这是哪一集？我忘记了。阿笠博士，阿笠博士是谁啊？阿笠博士是谁？阿笠博士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的天哪！嗨嗨，远山和叶，大家你们要留一点线索给我啊！要留线索，要留线索，我就死在井里，期待念吧。那也改不掉。天使可以看，好好好，好，我来念，我来的 copy， 好吧，好吧，好吧，连贴文都删了。哇、哦，西西你做这么狂哦，连贴文都删了。栗子，你还记得我是谁吗？第一话尸体是上庭。好好，要不是我有背你们的推表，我真的会不知道你们是谁啊！阿笠博士讲一下啦，是不是这样？你为了这样也删光光，也太那个了吧？谢谢手滑哥的枫叶，好，我要念榜了，你们准备笑死吧！所以字界也要删除，对啊。诶，我按错了，等一下哦。啊？好，等一下，等他报销。第一名是，等一下哦。第一名是犯人李佳丽自首喽，谢谢 Eddie。呀，谢谢 Eddie， 谢谢。第二名是呆萌，呆萌的新衣，谢谢桃花哥，谢谢。第三名是工藤新衣，不是鸡的老婆，谢谢西西。第四名是阿笠博士，谢谢阿笠博士。哎，我发现我好像可以从总榜那边看，如果有一样的话，嗯，这个卡在这里，害我会不知道是谁啊！等一下我按到了。好，然后第五名是玉峰，谢谢玉峰，谢谢谢谢。第六名是玉门丸，谢谢玉门丸。第七名是远山和叶，谢谢远山和叶。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谁。啊，远山和叶是谁？远山和叶是谁？等一下，我想一下哦。等一下，这是谁？等一下，我记得起来。等一下，是 AB Fly 吗？好像是 AB Fly。第八名是工藤新一的老公，谢谢喜乐库玛。第九名是百鸟任三郎，谢谢北岳神推。第十名是初入卷，谢谢初入卷。第十一名是晴酒，谢谢晴酒，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第十二名是，咦，我走错棚了吗？谢谢石花哥，哎呀！第十三名是 CKUMK 大大，谢谢。第十四名是赤井秀一，谢谢赤井秀一，等下这是谁？啊，谢谢志伟，谢谢。第十五名是第一话的尸体，好了，等一下，谢谢上庭。第十六名是第一话的凶器，第一话的凶器是那个叫做益生菌啊，我念到二十好了，念到二十，第十七名是木木警官的小叮当，谢谢小叮当。第十八名是基德的老婆米优，谢谢米优。第十九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二十名是泡泡五二零，谢谢泡泡五二零。好，哎，佐藤美和子来了。美和子，佐藤超帅，我大爱，我以我爷爷的。
的名义说谢谢金田一吗？栗子，我先下了，晚安。好，黑流星，晚安。钢琴线，那个，栗子，我没有上榜，那你会把我拉上来吗？死掉的真之子夫人，我权力小时榜第三名，就不知道是谁开的头。这回放栗子应该会看得爽，对呀、啊，很开心耶！下次再开个时间，唔汤啦，很可怕耶！等等，用这个名称看，哎，可以，我觉得可以。你们可以用这个名称，然后去看别人的台，然后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你改这个名字？你叫什么？你就可以说，刚刚嘉丽的台玩了很多，就玩了柯南日啊。不然我们以后每个月就定一次柯南日，然后我们那天都聊柯南，大家都改成柯南。可是一天会太少，还是一个礼拜定一天。可是我一个好了，我们再讨论看看。母汤啊，我在唱歌。真知子夫人是谁呀、啊？哎，工业飞镖，嗨嗨。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很好玩，就像那个生日会一样。用这名称到处跑。阿笠博士是西，哦，是西兰哦，我没有认出来哎。西兰，原来是你，我没有认出来。西兰，结果你又破音了，对啊，我又破音了。他好像还有，他还有一个粉丝团呢。我来看一下粉丝团的是长怎样。不对，哦，粉丝团还有一个，他有分两个耶。今天好累哦，今天我真的是那个，第一名是佐藤美和子，佐藤美和子是佐藤美和子是谁啊？佐藤美和子啊，算了啦，我不要整自己的啦，佐藤美和子是谁？我的天，你晚上我很好睡哦，我好累哦，今天真的是那个，就是卯足全力在那个。哦，阿 K 啦，一直会可以到处跑，你可以到处跑，你不要吓到成员就好了。下次历程真的会大家戴黑人面具，我觉得可以。哦，真知子夫人原来是阿 K 啦，原来，什么时候要撩我一下？哎呦，索阿哥，人家没有看过金田一了，你一个礼拜看两次，一个礼拜一次，好累，今天的刘海状态很好，我觉得跟平常比，半事你过去就好，你怎么可以让我去眯下来吗？那个第一化尸体我觉得可以，然后你可以吓吓他，氰酸钾，你可以用氰酸钾，我觉得可以。哦，他那么爱一杯，佐藤美子是玉峰，原来玉峰，没想到你也改了哎，玉峰，哦，我快笑死了，玉峰。玉峰，原来是玉峰，走错峰，哦，今天好嗨，原来是玉峰，还全部改成尸体，我觉得你们可以改那个，有一个可以改最经典的那个图书馆杀人事件，然后它有一个这样子，死在那个。只在电梯井上面那个可以放，那个超经典，快要笑死，对啊，尸体到处跑的，你能开心很重要，谢谢日风，哦，我已经笑到快气笑了，柯南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自己？可是我很开心，超开心，我都要流泪，有啊，眼睛红红，哦。又被栗子忽略了，我要六连拍，好，六连拍，一、二、三、四、
结束。理化实体比较欢乐。等等，跟着跑开。什么什么都背叛了，感觉栗子冰水快流下来，我的眼泪快流下来。今天不是被火箭砸到哭，今天是被笑到哭，真的。有机会再死在图书馆，晚点把辅图完成是好，好，好，我觉得很可以，我觉得很可以。还我一直留在这，快不行了，我快要笑死了，今天真的超欢乐哎。对，就这样去找阿 K， 我觉得可以。等一下，一直关在桌面定时。太嗨！第一话是你要找很久都喷掉。对，然后就明白，你们可以那个集体行动，然后到某一台。然后就是 Mina 就会瞬间错，想说现在是怎样，为什么一堆很奇怪的人进来了，一直笑死，我觉得臭爷爷出来，哎呀走啊哥，你也改那个啦，你不要改金田一，金田一我不熟了。好，我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我等一下可以去看一台，你们要先去哪一台，你们要先去哪一台，我可以去看一下，我不想看一下他们的反应。我笑得快不行。好，等一下，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一起去 Mina 台，我们一起去 Mina 台，集体移动，集体移动。等一下我关了之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待会要找谁投票吗？那个 Mina， 她应该 Mina 的反应应该最好笑。对，我们等一下一起去找 Mina， 关了之后就去找 Mina。好好搞，改第二话实体。等一下，没有，我们先一台一台来。那我们等一下哦，我现在关，然后我们十分的时候一起进去 Mina 台，然后那个等一下 Mina 搞清楚状况之后，我们再进去下一台，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先进去 Mina 台。好 ，OK， 我们去乱他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今天超开心的。今天超开心的，大家拜拜，我们等一下那个十分的时候Mina才见，拜拜。